货量现在是不是又爆炸？让我们直接进去看看吧。Hello， 我又要来问一下，本周健康的商品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？你可以对着我们镜头来讲一下，是本周最夯的商品吗？是牙齿美白切片。为什么你讲话怪怪的呢？我在保养我的牙齿呢。天哪，他也有在贴我们的牙齿贴片。其实我们也有在用。噔噔，这就是本周最夯的商品——艾莉雅美齿贴片喽。哎，你是不是有贴？对啊，因为 C 小编也想要拥有一口亮白的牙齿。以上就是 C 小编给大家的本周最夯商品速报了，你拥有了吗？经过日本医生强烈推荐，连敏感牙齿的人都可以使用，你就知道它有多温和。但是又有效。那呢，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成分，就是一些竹炭成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黑牙贴嘛，竹炭成分它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啊和黄垢深层的去做代谢和净白，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地方。那它这个艾莉雅呢，我觉得它厉害是在它每天都可以使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椰子油的成分，其实它可以让我们的牙齿呢非常的温和，然后它也是无色无味的。那天天使用到当中，我觉得你可以趁就是每天洗完牙，然后呢要睡前之后，就是30分钟到60分钟，然后撕掉就可以去睡觉，隔天就会有超级亮白的牙齿哦。好，我刚刚已经使用完30分钟，然后现在拆掉牙齿也把它洗干净了。然后刚刚我有用色阶卡，刚刚是差不多在第11左右，就有点偏黄，色素沉淀。那我用完30分钟之后呢，现在差不多在第7，大概前进了4个色阶左右。外面很多市售的都要卖1000多以上，那这个艾莉雅黑牙贴呢，其实只要499，它也是全台唯一不含双氧水成分的牙贴，敏感性的牙齿也可以天天使用，不会造成牙齿酸软。